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华创联行 A House， 我是主持人 Leo。嗱 ，Leo 咧今期咧翻到嚟珠海啊，带大家睇一个咧拭目以待嘅一个楼盘啊，咁就系位于我哋珠海南湾，我哋同湾仔交界嘅位置咧，我哋嘅豪宅项目双穗长乐湾。嗱，咁其实好多关注我哋呢一个 channel 嘅朋友咧，都系无论系 fans 又好啦，或者系已经系准买家都好啦。購入咗呢個樓盤嘅單位嘅各位觀眾可能都非常之期待，因為我哋今年2022年嘅年尾咧，我哋長隆灣一期嘅456座正式就要交付噶啦。咁都一樣啦，呢個項目咧就貴為 Leo 咧就喺珠海本土比較喜歡嘅幾個項目之一啦。咁我自己認為咧，都對呢個樓盤咧非常之有感情，有一啲自己嘅見解。咁而我哋喺收樓前咧，依家係我哋2022年嘅10月中旬嘅呢個時間啦。天氣非常之好啊，同大家嚟行一行現場嘅呢個情況。首先咧，我哋嚟到呢邊睇睇啦，就係我依家身處嘅咧，就係我哋未來整個雙穗長隆灣嘅一個主入口嘅位置。大家見到咧，其實我哋抬高嘅泳池同埋我哋 3D 嘅疊式園林咧已經做好咗噶啦。嗱，咁 Leo 依家身處呢個地方咧，係一個高位嚟嘅。正如大家見到咧，我哋地台咧。打晒出面咧，做返一啲 channel 嘅位置，做返啲去水啦。呢一边呢未来系一个人行嘅主入口，系货成个屋苑所使用嘅。咁而大家见到啦，我哋出面嘅呢一条情侣路嘅沿线，呢一条私家路啦，大家见到好奇怪嘅，因为我哋成个楼盘呢，我哋嘅地势比较高。我哋依家身处踩脚嘅位置同出面正常旧路嘅 high difference 呢系有接近2.2米嘅，2.2米。咁而呢个位置呢，未来大家揸车呢就冇可能我哋行一个90度嘅一个直角弯入车库 ，right？ 所以其实未来呢一边咧系一个上面系人行路，下面系入车嘅一个位置，亦即系话咧，我哋未来咧都系会依照翻我哋先前拍片嘅规划入边啦。我哋从正前方，大家睇睇红景花园呢一边咧，接驳翻去我哋嘅私家路，入到嚟我哋双穗长隆湾呢一条独一无二、真真正正嘅私家路啊！我哋所有嘅业主咧系经呢一条。完美嘅海岸線望住澳門濠江咧，翻屋企嘅。所以我前期好多雙穗長隆灣嘅短片入邊都同大家介紹咧，其實呢個樓盤喺製造私密度同埋一個住户嘅歸家感受嚟講，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啊。咁而呢一邊咧，未來就係我哋嘅主入口嘅位置啦。分車人分流嘅。咁而呢度咧，我哋見到喺疊式園林上咧，依家目前咧做緊一啲綠植喺度噶啦。咁而上面見到嘅呢一個架空嘅台階位咧，就係一個泳池，係個無邊際嘅泳池。咁下面咧都會有一啲會所嘅設施俾大家喺下面呢個位置啊，樓空到呢個位置。好啦，一齊跟呢度入去睇一睇啦。嗱，現時咧我哋比較關注嘅咧有兩個部分啦。第一個咧就係首先睇睇我哋二期嘅項目。嗱，關注二期嘅朋友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嗱，二期嘅施工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嘅，係3座一齊起嘅，分別係1座、2座、3座。嗱，呢3座係同期起嘅，亦即係話開發商咧喺二期嘅 project 入邊咧係屬於一個加速建設嘅一個過程。加速建設，我哋入去園林呢邊望一望。好。好啦，咁我哋慢慢睇睇啦。首先咧，就係我哋喺局部上咧見到咧一啲綠化咧已經係做好曬噶啦。因為咧，我哋喺嚟緊即將今年嘅年尾12月份開始咧，我哋一期嘅 project 4座、5座、6座啦就正式交付噶啦。咁啊，如是就大家見到啦，依家咧我哋就做緊外牆嘅清洗。大家係咪覺得比以前乾淨咗好多咧？冇錯啦，因為我哋一共咧係10部吊船。4、5、6座做緊外牆嘅清洗，咁而我哋其中見到基本上一期部分嘅呢啲綠植咧已經做好曬㗎啦，包括上一期條片我哋加推6座嘅95平單位嘅嗰條片咧，大家見到上面嘅園林當時咧係綠地嚟嘅，依家過曬驗收啊，已經還原成為咩呢？我哋個泳池啦，轉頭同大家睇睇個泳池。嗱，我哋現場咧施工嘅情況咧係非常之緊密噶，我哋包括綠植啦，一啲清潔啦，同埋上面裝修嘅部分啦，都係如火如荼嘅。嗱，呢度咧就係前期同大家講過嘅，就係嚟緊雙穗咧會有啲高端嘅產品，就係我哋雙穗。咁呢一部分咧，其實佢係一啲可以做嚟做生意嘅啲商業產權嘅一個部分。咁當然啦，我知道有啲朋友會攞嚟自己住嘅，因為點解咧？佢總層高有9米。隔空層可以做3層，
咁我哋平層嘅面積咧唔算好大嘅，大家望一望嚇。嗱，咁呢種咧，我哋作為雙水嘅產品咧，都係屬於一個有天有地嘅產品。首先咧，我哋會有獨立嘅一個門牌號啦。啊，咁原先咧，我哋雙水開發商嘅老闆咧，就諗住攞雙水攞嚟做一啲比較私密少少嘅，例如一啲高端嘅一啲 SPA 啦、會所啦、私家餐飲啦等等定制形式嘅啊，獨立門牌號。咁入邊停唔到車啊！咁佢優勢咧就係我哋見到佢嘅 underground 咧係有一個獨立嘅位置嘅啊，因為依家下邊睇唔到，咁呢個係一個天井位嚟嘅啊。有攝影師小心啲。咁下邊咧，依家目前咧，我哋每一間所間嘅位置仲未定好。咁如果作為一啲私立嘅一啲私宴嘅會所嚟講咧，呢個係一個好嘅選擇，或者係做一啲連鎖高端品牌嘅一啲美容院啊等等，我認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產品。系啦，咁依家未知几时卖嘅，大家可以见到啊。咁佢成个项目嚟讲咧，一共咧系有九米，大家可以间三层，依家就间咗两层，四米半一层。咁南北通嘅，南北通嘅。大家可以见到啦，嗱，开间咧唔算好大嘅，开间唔算大，但系咧层高就好正。咁如果攞嚟想做自己住或者嚟做会所或者做公司嘅朋友咧，就公司可能难啲啊，因为呢边可能开发商对佢嘅嗰个用途嚟讲有硬性嘅要求。咁剩低嘅部分可能係老細自己做嘅，咁我哋依家目前已知咧，就係佢哋開發商比較感興趣嘅係一啲高端嘅連鎖健身品牌，做高端嘅一對一私人嘅，做普拉提啦，做瑜伽啦，做私人健身為主，一對一就唔係嗰啲隨便入得嚟嘅呢種類型啊。所以其實整個項目嚟講咧，係偏高端嘅呢啲配套。好，我哋繼續去望一望啦。財龍灣整個園林是我哋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 ACOM 做的。咁 ACOM 我自己有好有感情啦。咁喺大中華最大嘅總部應該係香港嘅，喺沙田。咁其實佢作為一個比較大嘅 consultant 嚟講咧，目前嚟講佢喺做園林上咧係都別樹一格嘅。啊，佢唔係做得最好、最歷史悠久嘅園林公司，但係佢依家係收購咗好多間、並購咗好多間公司噶。所以其實佢又增加了很多不同公司的一些元素在里面。那这条路呢，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它在揀树籍上是会做到一条林荫小道的一条感觉在这里。挺有意思的这个位置。园林做得是不错。我曾经记得，就是我多次在不同的片里面跟大家都介绍过，就是看个开发商是否用心做产品，看它的园林，看它公共部分就知道了。如果只是被草地来的，咁肯定係最廉價嘅產品。咁於是就我哋可以見到啦，呢邊嘅園林咧係有層次嘅。正如咧，我哋見到其實泳池下邊咧嘅呢個園林體系咧係一個疊式嘅。咁疊式嘅嚟講嘅話咧，即意思就係話我哋喺平地上睇，而且同埋喺我哋屋企上下睇咧，質感係完全唔同嘅。因為你睇到陸地嘅面積、樹種、顏色咧，全部都有區別。呢個就係我認為長隆灣做得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位置。好啦，咁而我哋見到啦，我哋一期交付嘅四五六座就係見到面前呢一度啦。咁我哋初步嘅驗收呢其實已經全部完晒㗎，已經全部完晒㗎啦。咁我哋可以見到呢，就係我哋整體嘅樓座啦，俾個鏡頭望一望，我哋質感係非常之好。由於呢我哋係一個岩缸嘅產品啦，我哋整個外立面嚟講呢都係沿用嗰種海浪嗰種波浪即係線形比較豐富嘅一個產品嚟嘅。咁主色調呢做咗一個灰色同米色嘅設計。非常之襟舊嘅呢個顏色，咁基本上大家可以見到啦，嗱，冷氣全部入曬機噶啦，依家入咗最後嘅呢一個裝修嘅階段，最後啦，好，我哋繼續去前面望一望，呢度咧就係未來咧上到去架空園林同埋泳池嘅一個入口嚟嘅，我哋望一望個路啊，樓梯做好未先嚇？應該 OK 咗噶啦，同大家望一望。嗱，呢度咧係一個水處理系統。嗱，而家咧基本上啦，生活用水、雨水、污水咧，循環泵咧係完全分離嘅。咁珠海好多嘅一啲舊屋苑咧，目前咧就做緊啲雨污分離嘅一個設計。
啊，咁呢条咧就系未来一条好重要嘅上到去架空嘅一个楼梯嚟嘅，我哋注意安全。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好，嗱呢度咧都第一次上嚟呢个位置啊，咁我哋一齐嚟望一望啦。好啦，咁泳池咧已经做好咗噶啦，泳池做好晒。嗱，我哋上一条片同大家介绍过啦，呢度咧当其时咧系攞绿植填晒嘅，因为当时我哋过验收嘅时候咧就需要大量嘅陆地面积去覆盖到我哋 greenery area 要超过 40%。咁而咧，由于我哋二期咧部分嘅园林系未做嘅，所以当时就利用咗呢一部分我哋咧就当嗰个绿化嘅面积啊，过嚟望一望。嗱，而家咧就未入水嘅 ，OK， 咁呢个位置咧水满嘅情况之下咧，属于一个无边际嘅状态。咁我哋喺度游緊水嘅時候咧，我哋望出面嘅澳門濠江咧係平視嘅狀態嚟嘅，非常之舒服，非常之舒服。啊，我覺得佢個園林做得係唔錯嘅。啊，雖然屋苑咧佔地唔算太大，但係其實咧我哋嘅呢一個整體嘅居住氛圍嚟講，質感係非常之優秀。而且咧，我哋通過游水咧可以見到啊前面嘅前山橋嘅網紅橋啦，我哋嘅白石橋啦，仲可以向東方向望到我哋嘅澳門嘅濠京、澳門嘅本島。啊，所以整個園林嚟講咧，我覺得呢一 part 係非常之唔錯。好啦，咁其實而家目前咧一期嘅產品咧，我哋喺主入口上咧會有少少嘅分別啦。由於我哋啱介紹過我哋主入口同人行車路出入口嘅位置咧，目前嚟講仲係屬於一個未起好嘅狀態啦。咁我哋正式交付俾大家嘅時候咧，要等埋二期嘅產品全部落成之後咧。我哋先可以有一個完整嘅主一出入口。咁目前一期嘅朋友咧，會通過邊一度進出我哋屋苑咧？一齊跟 Leo 過去望一望先。好啦，嗱，咁我哋咧見到啦，我哋整個項目啦，靠近去紅景方花園嘅方向啦，就係我哋嘅第五座同第六座。咁呢一度咧就有我哋一個行人嘅副入口啦，喺正前方。前方咧施工当中啊，咁我就唔行过去同大家展示一下。咁我哋目前咧二期未正式交付嘅情况之下咧，一期嘅人行副入口咧就喺正前方嘅呢个位置啦。咁呢个位置咧，我哋行出去咧就到达我哋旧屋苑啦，我哋红景花园嘅位置啦。咁周边咧系会有啲民生铺嘅，会有啲民生铺嘅。咁 Leo 咧，其实同大家咧推荐一下啦，就系其实我哋依家目前咧一期出入口正前方靠近售楼中心嘅呢个位置咧。其實咧就會有一啲未來嘅一啲民生鋪，咁目前咧開發商咧就仲未定案到底係開發商自持，因為攞出嚟賣嘅。咁呢一種臨街嘅商鋪咧，喺我哋灣仔嚟講咧，算係比較稀缺嘅產品，因為長樓灣周邊咧就非常之即係缺少嘅啦，就係我哋啲民生鋪嘅位置，做超市啊、士多啊、餐飲嚟講啊，都有得做嘅。所以其實同大家都關注一下啦，就係我哋嘅一啲商税嘅產品同埋我哋。下面底層商鋪嘅產品咧，我哋認為普遍價值都唔錯。好啦，咁我哋樓上嘅單位咧就做盡緊裝修，同大家睇睇我哋依家目前基本上算係做好咗一個大堂嘅情況先嚇。嗱，咁下一期咧，我哋即將咧就會同大家去睇一睇我哋臨近交樓嘅產品啊，就係我哋關於長龍灣嘅一啲細節啦。係啊，所以其實睇到一期交付嘅情況啦，我諗對。
二期產品嘅一啲準買家啦，我認為都係有比較大嘅信心啊。的確產品好靚嘅啊，我哋所有嘅流動數下面嘅架空層咧，全部都係九米嘅啊，全部都係九米架空層。咁目前嚟講喺珠海啦，只有兩個架空係全九米嘅產品，其中一個就係雙隧嘅長龍灣。我哋所有的流動數都是九米九米高的一個架空層。其實如果大家好像呢度咁啦，身臨其境的情況之下，就會覺得九米是非常之氣派啊。而我哋整個大堂嚟講用的是全鋁板同埋大理石做搭配嘅而我哋到大堂的位置其實就是一個感應的呢個大門啦。咁呢個位置其實就是做一個。管家咧會 stay 喺呢一個位置，會 stay 喺呢個位置，好啦，咁就會廿四小時喺呢度有個管家喺呢度啦。咁大家好似以往同大家介紹過，需要攞快遞啊，或者未來搞衞生啊，剩啊，如果大家唔會經常翻到嚟呢邊居住嘅話咧，可以聯絡管家同大家咧去做一啲屋企嘅一啲事啊。咁啊，呢頭個位喺呢一度，咁呢一邊咧屬於我哋嘅內院大堂啦。咁內院大堂咧，就係連接住唔同座數嘅一個連廊通道。連廊通道喺呢一度。OK， 咁通過呢邊咧，我哋可以見到咧，都係可以行翻出去我哋一啲屋苑嘅一個位置喺呢一度。好啦，咁以上咧就係基本上同大家搶先睇一睇我哋雙隧長龍灣一期目前嘅一個樓盤嘅情況啦。咁整體嘅質素嚟講咧，包括佢外牆嘅呢一啲公共部分嚟講咧，大家睇翻手工係非常之好啊！咁目前嚟講咧，我認為就係雙隧嘅老闆喺驗收嘅階段嚟講咧，我認為做得係唔錯嘅。因為據我自己知道咧，就係雙隧前期對一期進行政府驗收嘅時候咧，老闆係親自落場陪同啊，對於一啲室內嘅裝修部分啦。同埋户外嗰啲部分嚟嘅，揸得非常之嚴，尤其是消防嘅部分。所以咧，我自己都非常之期待啦。我哋一期買咗個買家屋企依家現時裝修嘅情況。嗱，咁我哋會積極推進啦，爭取下一期咧，同大家搶先睇一睇長龍灣一期收樓嘅情況。咁好啦，咁啊，關注長龍灣嘅朋友，想了解二期產品嘅朋友咧，都歡迎有聯繫右上方個電話揾到 Leo 同 Leslie 啦。我哋係會有最詳盡嘅資料咧。分享俾大家，咁另外啦，預先先祝福我哋購買一期嘅產品嘅朋友咧，即將大家就可以喺今年年尾正式收樓噶啦。好啦，任何疑問聯繫 Leo， 我哋下期節目再見，拜拜。